29日，日本女团 NMB48 共16名成员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演唱会，他们以多彩的迷你短裙装扮闪亮出场，好似一组娇艳欲滴的鲜花展现在观众眼前。他们清新可人的面容、温婉动听的歌声、青春活泼的舞姿及情绪搞笑的表演，令场下歌迷兴奋不已，热烈的掌声和疯狂的叫喊声响彻整个场馆。唱完4首歌后，16成员在台上一一做自我介绍。他们除了大秀各自幽默逗人的表情外，更有用刚学不久而略显生硬的广东话跟现场歌迷打招呼，粉丝们也不时用掌声和尖叫声给予鼓励。你们终于终于我们呀，我们刚刚终于你们呀，香港报道。